看一下可以吗？这是什么口味的？这是梅子口味的。那你要先放好，等一下你要先当老板，然后去结账哦。然后你最喜欢吃这个？嘿，蜘蛛人啊！嘟嘟人是什么？蜘蛛人，你看，这是蜘蛛人耶。那你是喜欢吃哪一个？这个是健达出奇蛋吗？这是动物方程式，蜘蛛人返校日 ，Spider-Man。那喜欢哪一种口味的？这个。这个可以咻咻咻哎。好，我想吃个咻咻咻。糟糕，选择性困难。哦，但是还不可以买哦，因为你还要再去当老板，等一下再当。哦，这个爆米花要159。卖盒子。啊娘喂！这是什么？巧克力。这里还有蛋蛋的。对啊。现在蛋蛋这里都一次卖三颗了。你现在又在看哪一个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披萨咯。披萨。披萨糖果。披萨糖果。嗯，它已经会打开了，它从这里打开的。第一的 Seven 影片很久没拍的，还会创下现在150万点阅率吗？这是 Open 奖糖果，棒棒糖。